己能够变化了，那个六地的菩萨的接受，才叫从那时候开始才叫做出世间。这是六地的中去啊，七地啊就叫眼行地。那么轮涅无别见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，轮回跟涅槃是一样的，轮涅一如。到那种境界的时候，你轮回也是，不轮回进入涅槃也是，都是可以的。因为你到了那个境界啊，就知道什么叫轮涅一如。还没有到那个境界，你不能讲轮涅一如，不可以讲轮涅一如，那是出世间的。轮涅一如是出世间才能够讲轮涅一如，你已经见到道了，你已经现出来，你的道已经现出来了，那个才能够讲轮涅一如。我说很多人讲啊，这佛魔一如 You mother good 还没有到那个境界，你讲佛魔一如，你升起至次第，你都还没有修到出世间法，你真正的见到了，你才能够讲说佛魔一如，轮涅一如，才能够讲的。不然到了那个境界，哎，不要再拖了，真的没有到那个境界，你也讲佛魔一如，你当魔也很好啊，因为我就是佛啊，我当佛也好啊，因为我就是魔啊。你开玩笑嘞，这真的是哭巴啊。哭巴是什么啊？靠北啊。哎，弄乱乱来啊，乱乱来，大家弄乱乱来啊。他讲说，哎，我当魔也很好啊，反正活魔一如嘛。你根本还没有见到道，还没有成就啊，怎么可以呢？